Hello，傻姐啊，咁净系公布几样嘢嘅，真系好简单。记住今日9点钟，何君尧议员会喺政坛新秀开 live 嘅。咁当然啦，系有娘娘同埋肥仔杰嘅，亦都接受封 in 嘅，大家一定要听。咁同埋咁请得何君尧议员，咁梗系23条啦。咁大家如果有问题嘅，就可以直接封 in 啦。咁样或者系。留直即因为开 live，你可以直接留言睇下佢哋会唔会即时答保你啦咁样。咁2月29号依然啦，8点半，傻姐开 live 啦。咁唔接受封 in 嘅，因为未搞到，未识。因为我上次试过，好大勇气嚟谂住封 in 冲绳，跟住发觉唔知点解个电话系嘟嘟嘟嘟咁样啦。我唔知我又做错咗啲咩 step 咧。大家知道啦，我同電子產品係細仇嚟噶，即係基本上都唔可以話細仇，基本上佢係我嘅克星添啦嚇。我係對電子產品係冇任何即係能耐嘅，係輸得貼地嘅。咁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啦。咁大家記住撳訂閱啦，撳留言啦，贊好。留言、赞好、订阅，系揿埋隔篱个啷啷，系啦。咁我希望可以有50,000订阅啦，咁样样，因为 set 个 target 都希望继续发挥啲正能量啦，咁样样。其实我自己觉得啦，我自己并不属于真系一啲叫做攻击型嘅人士嚟嘅，我都系属于辅助。以前喺教会咧，我都系属于后勤人员嚟嘅，咁。之前有啲网友同我接触过，你可能就会觉得，咦，点解傻姐喺荧幕前面咁多嘢讲，但系同我讲嘢嗰时，好似有少少结，有少少又好似感觉唔同咗呢？咁其实系咁嘅，因为我对于啲陌生环境呢，就会好唔自在嘅。咁即系话，如果嗰个一笪地方唔系好熟悉啊，可能喺街道啊，或者系一啲即系可能好似上次忘不了啊，又或者喺边度嗰次食饭咁咧，喺一啲我唔熟悉嘅地方咧，我就会好唔自在嘅，咁我就会惊嘅、怯噶，咁我系要喺一啲叫做自己熟悉嘅环境咧，我先至可以哔哩吧啦、哔哩吧啦、哔哩吧啦咁嘅系啦。咁所以以前喺教会咧，我主要系做后勤噶，我成日都会俾啲弟兄姊妹话：你要传福音啊，你要传福音啊，你要传福音啊。我谂两样嘢嚟嘅，即系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岗位嘅，神都话各尽其职嘅。我好清楚自己知道自己岗位喺边，我唔系好适宜传福音嘅，呢个事实。咁但系有啲人系好适宜传福音嘅，佢真系带咗好多人翻教会。咁但系我嘅责任就系话，俾到人舒服嘅感觉啦。咁我通常呢啲女即系姊妹，即系有啲女性嘅。新人啦，系啦，有啲女性嘅新人咧嚟到嘅时候咧，我都会第一时间主动去接触佢哋嘅，咁佢哋都会觉得好舒服嘅，咁佢哋就会同我倾好多嘢啊，有阵时可能第一次已经讲咗好多秘密俾我知，咁当然我系会守口如瓶啦，你放心，咁即系第一次见面都可能讲咗好多嘢俾我知，因为教会系一个我熟悉嘅地方，咁所以我好安心，所以就可以表现得好啲嘅，咁通常就会令到佢哋留得低嘅，我就系个责任就系。你哋帶到佢嚟呢度呢個咁嘅環境，我就可以發揮我個專長，係令佢哋留低。跟住可能我 keep 咗幾個月啦，佢哋都穩定留低咗喺度啦，咁就會可能會去咗再後勤少少，就負責輔導啊，或者係睇佢哋嘅需要，或者進行一啲叫做教會上嘅即係新人班啊啲咁啦吓，即係讀聖經班咁樣嘅。所以我基本上系后勤少少嘅，所以点解有阵时我真系唔系几好意思？点解大家有阵时见到，咦，傻姐啊，影相啊，我系有少少唔自在咧？咁因为我喺一个陌生环境就会咁嘅，咁所以就会怯啊，或者系表现得咁嘅，因为应该咁我系容易惊吓嘅，我一定可能呢个系我嘅病态之一，我一定要喺一个比较难即时适应一样嘢，讲个。情況未知，其實我搬咗呢一區咧，我搬咗差唔多接近10年啦。呢一區葵青區，我差唔多人哋好快適應噶嘛，我差唔多用咗3年時間，我先至適應到葵青荃灣區嘅3年左右。咁
但係好彩我由樓下搬樓上啦，咁樣樣。咁同一嗱係同一等大廈，同一個單位，係同一個單位喎。樓上搬樓下咧，我都用咗三四個月適應個新單位，係好得意嘅一樣嘢。咁所以其實我並不適宜一啲可能即時性嘅嘢咯。咁所以就希望，如果大家見街上面見到我，大家可以叫我嘅。咁可能你見我即係狀態上好似有少少唔知點嘅，大家原諒，俾少少時間我去再適應呢個而家嘅狀況啦。因為我本身就唔係好中意好前企喺好前嘅，我通常中意係第二排嗰啲啦嚇，做後勤部隊嘅。咁其實我都希望我呢個除咗希望同大家去分享，即係大家一齊生活嘅嘢啦。咁亦都希望做翻少少正能量嘅嘢啦。即係有陣時我都唔想話，我今日做咗啲咩好炫耀咁啊！今日又送咗啲咩俾人啦，今日又送咗啲咩俾人啦，今日又做咗啲咩好事。其實我唔係想炫耀噶，真係大家要真係要真心相信我唔係想炫耀，我只係話想透過呢個平台發話俾大家知，其實都有啲好人好事希望大家將呢有少少愛嘅關係咧，就將呢啲戾氣係減低，因為我好清楚23條係一個保護網，係最低限度噶啦，真係一定要做。咁做到唔代表啲人服氣啊嘛，你明唔明啊？因為而家係純粹係好老實講，擺到明就係硬降落噶啦。而家唔可能話即係正如嗰啲咩咩魔向咁啲無聊啊，林夢紅嗰啲啊，即係仲要共識冇共識噶，而家係擺明硬降落啊！話俾你知，真係要夾硬嚟啊！即係擺明係粗暴噶啦。咁即係正如佢哋強加我哋嘅民意啫嘛，係咪先？咁我哋而家都係硬噶，反正你都係用暴力嘅，我哋咪用武力咯，係嘛？咁所以佢係硬著陸嘅，係一定要硬著陸嘅。咁所以佢哋一定唔服氣嘅，一定會好大戾氣嘅。咁所以希望就話曬，即係可以做多啲少少呢啲即係所謂嘅少少行動啦。等大家知道之後咧，大家舒緩一下一啲戾氣，因為戾氣基本上咧只有累積嘅，好難話散嘅。即係嗰種暴力啊、唔開心啊，好難散嘅。唯有係用愛啊，或者一啲温暖嘅態度啊、感覺，先至可以令佢散嘅。咁所以大家即係盡量喺呢段時間啦，做多啲無傷大雅，總之係人身安全係冇問題嘅時候，做多啲可以做到嘅嘢。咁等呢啲戾氣係慢慢消淡喺社會上嘅戾氣，慢慢消淡。仲有一件啦，好嘢公布嗱，我唔知道大家係咪黑超哥，我知道黑超哥做咗一個義工隊嘅，但係傳說中星期五或者星期日，何志剛係會去噶，何志剛係可能會去噶，而且相信成數係好高，因為我嗰次即係你睇下黑超哥同何志剛嘅對話咧，感覺上何志剛去嘅機會好高。如果大家想看何志剛真人的話，你住去，因為我沒有興趣，所以其實所有體力勞動的事我都沒有興趣，我是對於食有興趣，所以大家看到這裡，所以大家看到是香的，是有香的，所以大家就不要怪我了，體力勞動的事不是很適合我，我只是喜歡吃的，今次就講到這裡，大家準時9點就看政壇搜索開 live，OK，我都會看的，OK，好啦，拜拜。